She's the chief editor at Tencent Video Kids Channel, and Tencent is a powerhouse. Kids Channel is a powerhouse, and what I can make from Selena, she's a powerhouse too. Kids Channel is the most popular Chinese online platform for kids brands in China and around the world. Kids Channel began offering video content in 2015 and attracts the second largest amount of traffic on Tencent Video. Kids Channel began producing original content in 2016 and has produced 18 original titles with domestic animation studios. Moving forward, Kids Channel will be co-producing and co-financing opportunities with international platforms and studios. Founded in 1998 and headquartered in Shenzhen, parent company Tencent connects online to offline and aims to establish the new ecosystem for original IP to maximize brand value, social platforms, and digital content. Ladies and gentlemen, Selena Xi. Yay! 我是腾讯视频儿童频道的主编沈迎宾，很高兴今天能来到这里。今天呢，我们也希望用这样的一个机会来讲讲我们腾讯视频儿童的用户，他们在玩具的一些数据的洞察。那么在玩具这一块，我们有什么可以帮大家做的？我们做了什么？怎么合作？希望能大家有一个很好的了解。那么我们呢，在去年的时候，我们跟尼尔森是做了一个整个的数据的一个分析的。大家可以看到，其实这些数据我相信你们也都了解，就是中国现在有93%的孩子是要看整个的视频内容的。那在这里呢，看新媒体内容呢是占到51%，看电视的内容是占到28%，还有一部分21%的内容。实际上回看的内容就是歌华有线呀，还有 OTT 平台。那么我们腾讯是可以站在新媒体和 OTT 平台这一块的，所以在中国我相信大家一定会了解新媒体对孩子的影响已经越来越重要了。我在2007年做腾讯儿童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拿美国2004年的数据，就说小朋友看电视的时间远远会低于看新媒体。当时很多人说哇，但我现在给你们数据，你们已经非常冷静了，因为我们用了这么多年已经把这事儿给实现了。那么我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的腾讯儿童频道。我们是2007年成立的腾讯儿童频道，它是中国唯一的一个儿童门户，所以也很有幸呢，我跟我的小伙伴们12年来一直在从事这一块的工作。我们在2015年的时候，整个随着视频的发展，我们也聚焦在视频这一块了。我们在2016年呢，成立了腾讯视频的儿童版小企鹅乐园，目的就是希望中国的孩子能找到一个最健康、最绿色的一个环境，看自己想的内容。那我们刚开始很多内容呢，还都是采买类的内容。在2016年的时候呢，也随着大环境，我们已经开始有一批自制的内容，所以腾讯自己目前跟合作伙伴联合出品的内容已经有18个 IP 了。那么我们2019年呢，也会在国际项目上去重点来发力，所以整个腾讯视频的儿童频道现在在整个的播放量这一块是在腾讯视频是排第二名的，第一名呢是电视剧。所以你们会发现新媒体小孩子这个用户是相当相当庞大的。 OK， 那么这一点我相信大家会发现到，我们之前的几个分享者也说到各种方式，那在这方面呢，腾讯是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的。我们有这几大类平台，包括我们自己有腾讯儿童做品牌做活动的，我们有腾讯视频是做内容的，包括我们的微信呀、我们的 QQ 啊，还有腾讯新闻啊，腾讯视频是捆绑式来合作的。所以这也是呢腾讯最得天独厚的一个优势。所以我们自己有海量的国内国外的采购内容，包括我们自己出品的优质内容来建设我们现在这么一个平台。
那么这些孩子都在干嘛呢？总的来说，我们频道的用户主要在这六大板块看内容。这个可以看到，其实我们的用户主要是针对0到14岁的孩子，但他其实也做了很多细分，比如说0到3岁的孩子，他关注的是儿歌呀、故事啊这一类的。那4到6岁的孩子是情景故事，但他又分男孩和女孩。7到9岁，包括10岁的孩子，他们看的不一样。那今天我们说的是玩具，可以大家看到，玩具这一块在整个儿童的比例是可以占到20%的。所以这个比例还是非常高的。那么我们会发现，动画片和玩具这一块是构成我们玩具可能的商业化的可能。这个是我们做的数据调查，就是既然我们的用户是孩子们，那孩子们是个什么情况呢？其实这个数据我出来的时候都非常意外，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在建各个段的平台，我觉得男孩子是应该在打游戏的，但结果发现我们的用户真的是男孩子偏多，特别是0到9岁的男孩子。那么8岁以上的女孩都去干嘛了呢？8岁的女孩很多是在看电视剧和综艺。所以呢，我们其实也发现是需要很好的内容让我们的女孩子回归适合他们的内容的。用这张图大家可以看到，玩具这一块不同年龄它的需求是不一样的，但是整个的玩具肯定是非常高的一个比例。具体来说，大家可以看到，其实我们中国的小朋友真的蛮有钱的。我们5岁以上的孩子零用钱每个月已经到了172元了。我记得我小时候兜里也就几毛钱啊。所以你看他们在干嘛？5岁到9岁的孩子，他主要在买零食、买玩具、买文具。那玩具的比例是能占31%的。10岁到14岁的孩子已经很大了，那他们呢在干嘛呢？他们这里头买文具、买零食、买玩具，玩具的比例是在下降的，因为孩子已经比较大了。那么作为孩子的这些家长，这个数据也非常有趣，我们平台的主要家长呢是80后，他们呢年龄是能到34岁的，这也跟中国现在晚婚晚育有关系啊，他们的孩子还是蛮小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发现这些家长的整个收入每个月是能到11300元的。我当时也觉得这数字好高，因为这里有31%是高收入人群，把整个数据是拉上来的。那么中国其实真的是有84%的家长是陪孩子的，特别是0到4岁的家长，他们这一类家长是有知识、有文化的，对新媒体、包括对平台、包括对内容是非常清楚，他是有怎么选择的。所以实际上我们每一个孩子背后都是有他相应的家长的。那这张图呢，我们是专门调研了一下我们自己平台上这些家长，他们对一些内容特别是广告是怎么看的。你会发现家长认为玩具这块广告比例是非常高的啊。我们再看一下，我们认为这些家长他们挣了这么多钱都哪些花在孩子们身上。所以这张数据很有意思，就是0到6岁的家长肯定是在玩具上投入最多，小孩子玩嘛，对吧？7岁以后上小学就要开始学习了。但是第二个数据我想让大家关注，就是低收入家庭在玩具上消费是最高的。所以我们很多玩具供应商就代表你们的玩具定价，实际上你的用户都是什么样子，他的用户背后的家长是什么样子，我们需要一个了解的。所以我有一些数据你们可以了解。那么我们会发现做儿童最不容易的一件事儿，就是我们的用户是小孩子，可是我们买单的是父母。所以呢，我们就永远纠结我们怎么能讨好孩子又能讨好家长。所以可以大家看这个数据，其实中国的家长已经越来越尊重孩子了，他不再是很武断，是我给你什么就是什么，他们还是要听孩子的意见。那我们认为他们真正征孩子意见里的玩具是能占到36%的。那有一些家长是让孩子可以自主选择的，你会发现在买玩具这上孩子是有41%的选择权。如果两个数据都加起来，我们认为中国的孩子的话语权是很大的。如果您想卖好玩具，一定要抓住我们的用户，这是很根本。这是我给大家简单分析数据，
那么我们作为平台，我们自己是怎么在这上有什么参与，怎么考虑的呢？我们在玩具这块是怎么真正跟用户交流呢？所以跟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下。首先，其实前面几位演讲者都说到了，玩具要卖得好，要有品牌。那么我们认为腾讯也在围绕品牌 IP 在做事情。我们认为品牌可以从这四个方面来着手。那动画片肯定对儿童影响最大的，说得很白，我们要把我们的 IP 变成头部大 IP 爆款 IP。 成了爆款之后，一切都是衍生环节，玩具是其中的一个部分。我做了腾讯儿童12年，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我们做过游戏，做过图书，现在做动画片，做玩具。我觉得我一直在为小孩子做事情，但发现有趣在于这些所有的行业全是有壁垒的，谁跟谁都不交集。做童书的人根本不知道动画片的人是谁，做动画的人有些也不知道玩具公司在哪里。我们觉得这是一体的呀，为什么大家彼此不了解呢？ OK， 那我觉得腾讯这个互联网加的角色是可以发挥作用的。哎，就是这个行业是有壁垒的，我们是要来破这个壁的。那么我们真正做的目的是做 IP 的品牌化。说得很白，我们自己运营，我清楚我们频道有多少用户，我知道他们天天看什么，那我就知道怎么来做孩子喜欢的内容啊。那因此在新媒体时代，我认为这个价值是我们提炼呢还是有一个高度的价值，就是我们的新媒体赋能已经承担新的角色了。我们不再是一个单单的平台，只是把内容播放，是一个内容的搬运工，我们真的是参与者。因为我们清楚每天这些孩子们在看什么，他们缺什么，所以我们就知道 IP 应该开发哪些内容才能满足更多人的需要。那么我们自己的需求就没那么单一，完全是为了挣钱，我们要考虑不同年龄、不同性别孩子的不同需求，这样就决定我们产的内容一定是多样化的。第二呢，我们自己现在的玩法已经绝对不是单打独斗了，它是有一套系列的副媒体的玩法。这样的话，我们实际上不是在改变一个 IP 的生命力，我们是在缩短 IP 的生命周期。所以今天上午我们在圆桌会议，大家讨论到了小猪佩奇。我见到小猪佩奇的时候，包括它发展现在，我们可以拍着胸脯说我们是做出贡献的，因为它在某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新媒体崛起了，新媒体给它做了巨大的贡献，它的内容符合新媒体家长群的一个重要的需要，所以我们实际上是可以缩短一个 IP 成功的生命周期的。那么最后在商业价值上，我们会有很多新的玩法，我们相信这种破壁的新的玩法，新媒体这种大平台的玩法会给我们这种玩具视频玩具内容会带来一些新的一些契机的。 OK， 这个是我们腾讯目前所投的所有内容，我们目前投了18个内容，有一部分是上线的，有一部分是没上线的。简单说一下，经典一类就是我们小时候或者是这一类 IP 非常有名的，比如说舒克贝塔，那么我们会做全新的内容，我们上线的乌龙院、宝宝奇奇号。我们还有一类专门针对学前陪伴关爱的一些内容，我们有一些是专门给孩子成长益智的，它会细分的非常细，比如说这是讲共生关系的，这个是讲细菌细胞的，这是讲幼儿园的社交属性的。这些内容绝对是有一个共性，就是它足够好看，但又能做到寓教于乐。所以我们是一个娱乐平台，我们做到寓教于乐，而不是把它做成教育。所以我们推出的内容是小朋友喜欢的内容。那么我们也会做一类中国的传统文化的系列，但这种传统文化不是陈旧的文化，我们更多是做传统文化的时尚化。这是我们自己一些 IP 的表现，像我们的《斗罗儿歌》是0到3岁的内容，它上线已经2年，每周更一集，刚刚2周岁，已经有了33个亿的流量。而且在下呢，我们还专门授权这块跟金碧尔有一两个合作，会今年会来推出。
我们的超级小熊布米在我们的新媒体表现优异，同时在电视台包括央视、金鹰卡通、佳佳、卡酷都获得过多次的冠亚军，因为这是那个内容孩子喜欢的。我们也有一些下半年要重点推出的，比如说舒克贝塔，我们有明年要重点来推出的一些七巧巡洋舰等等，包括我们的宠物旅店这一类的 IP。 所以呢，这些 IP 我们自己是内容方，我们也期待有授权，希望你更多跟你们有玩具类的合作。 OK， 那么我们具体做什么呢？我们不是把 IP 光孵化出来了，我们提出来一个叫制播一体售卖合一的方式，就是在制和播上我们来负责，但是在授权和销售方面腾讯也是有一体的想法的。更具体的话，这是我们对玩具这一块才提出了一个叫 IP 授权加的模式，我们会对这几类授权很感兴趣。那么我们这些 IP 授权之后，我们会用很强的营销方式，包括网络最适用的一些互动方式，包括腾讯不单是一个线上平台，我们还有很多线下的平台，可能是大家不熟悉的，就是我们今年会一揽子出我们自己线下的小企鹅乐园啊。那么他们都是来为我们的 IP 授权服务的。另外我们还有一支强大的部队，就是网络自媒体的部队，他们在孩子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我们现在在定每个月给他们定制要求策划内容做内容，我们一体能会把一个 IP 放大。比如说我们4月15号会上一个救援宝贝的案子，它讲的是安全，我们就会把我们的四月定为安全月，让我们的所有的自媒体都围绕安全这件事情展开讨论，来推这个 IP。 讲几个小例子，这是我们线下的小企鹅乐园，但是我们不做迪士尼，我们也做不了迪士尼啊，我们不会做迪士尼乐园。我们这个平台更是一个线下的平台，小朋友来这里不单是玩跟小企鹅乐园来玩的，小企鹅乐园可以有很多好玩的内容，比如说这个月我们请了小猪佩奇，下个月我们请了汪汪队，再下个月是你有什么需求，因为平台跟所有的 IP 都有合作，那么孩子们来了线下就是来找他的老朋友，找他的新朋友，这种文旅的方式呢，我们相信一定会增加用户的粘性的，他再来反哺衍生，再反哺线上。这个例子呢是肯德基，肯德基呢授权了小马宝莉，所以找到我们平台说我要推，我们就请了自媒体大号中很有名的小玲姐姐，帮她做了小马宝莉的视频，在平台上推，得到了很好的效果，就促成了肯德基、孩之宝、小玲和我们平台共同的合作，大家是双赢的。我们同时自己有很多有趣的线上的交互产品，这是去年年底我们跟美泰合作的芭比秀，我们把因为小孩子喜欢的更多是 IP， 所以我们把 Barbie 呢做了涂鸦，做了配音，做了很多秀的部分，孩子们爱上这个 IP 自然就会喜欢 IP 的衍生，喜欢 IP 的玩具。哎 sorry， 所以这是我们自己做的一些授权，我并不想告诉大家是这个授权我们收了多少授权金，因为腾讯绝对不仅想看到这点钱，我们更多是想找到最棒最优秀的合作伙伴，把生态做起来。因为比如说我们授权了舞台剧，我们是找了保利剧院，它全国一共有48个城市60个舞台剧院，所以它做得非常棒的舞台剧以后就可以一下子，今年上半年我们的逗乐就会做了20场舞台剧。那么这种模式是一种正常的很健康的生态，我就会把我的 IP 一个一个的灌给他，他在用他的平台一块合作剧院里图书啊玩具啊，那么他们就形成了一个生态。所以我们在做什么？我们在做 IP 的生态链，我们希望这个生态链是我们寻找出好内容，我们全程参与创作，那么我们会在它的授权呀、衍生啊、市场啊、渠道会全程参与，最后达成我们商业的变现。那么在整个 IP 授权加在新媒体上儿童的一些新机遇，这张图我希望大家可以注意到，
现在新媒体的玩法也不是腾讯的玩法了，是长视频加短视频的玩法。长视频它是在做内容的，短视频是做 IP 曝光的，那么玩具视频是真正在做价值打造的，还有一区微视频是在引爆话题的。所以有一些平台它具备某一方面的属性，但能把这几个捆起来的，我相信腾讯是在这里有独天得厚的优势的，这也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一件事情。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是我们拿了一个逗乐例子，我们就会让很多很多的 PGC 自媒体号一块来参与，他们做出来的内容有他自己的创意，然后呢在他自己的平台推，在腾讯的平台推，就达到了每个人都是媒体人来发挥的玩法。另外呢，他们的脑洞非常大，我们做动画的人其实不太懂玩具的创作，你做玩具的人不一定懂得玩具视频的玩法，我们更相信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情。这个例子是我们投的乌龙院这个项目，做了一个漫果系列，食玩，用食玩的方法，用各种玩，而且同时呢，我们让很多 UGC 类的用户呢也来参与玩。我们在天猫和淘宝上是不做推广的，我们每个月也会有20000单的搜索订单，所以我们认为这是一些内容的魅力。那么腾讯虽然是新媒体，但我们真的不会是自己来玩，我们的所有内容都是有播出许可证的，所以他们是可以上到各个电视台的。我们相信一点，只要我们的内容够好，就会受到电视台的青睐，也确实是如此的。不单是少儿台，还有我们的很多卫视，现在都会慢慢有我们的小企鹅乐园栏目来推这个内容。那我们相信这一块呢，也是很多传统人很感兴趣的，但我们相信未来一定在新媒体手里。那这一块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很多都是外界的互联网加，我们自己内部也是在做互联网加的，我们会加各个部门的 SNS 的玩法。虽然我举了一个小猪佩奇的例子，就是在这种一旦把各个部门的资源整合起来做爆发，它的力量非常可怕。另外我们每作为我们的家长，我们会提出来一个叫每年会有100个家长群做100场活动培养优质用户这样的一个口号。但这个东西对我们来说不真是一个想法，我们已经坚持做了4年了，所以我们是有一大批精良的优质用户的。方法也很简单，所有的动画公司都想在腾讯秀，最省钱的方法是提供我们一些玩具，然后这些玩具给家长造成了福利，所以呢家长就给孩子做了奖品，他也开心了，我们也开心了，那用户也开心了，所以几方面共赢。最后一张图呢，可以看到就是腾讯儿童只是一个小部分，我们在腾讯视频下还有综艺电视剧，所以有很多的明星会出现，那么他们来的时候，我们就会把我们的很多玩具给他们去做跨界营销。小孩子事情是没有人拒绝的，但他的营销力量也非常非常的大。所以以上大家可以看到，腾讯是在用100%的精力在做这件事情。我们想打造一个新的生态圈，我们并不是想就现有这块生态的蛋糕来吃一口，我们真的是希望我们一起把这个蛋糕做大。那么这是我们的一个愿景，希望我们所有人能够开放包容共赢的方式来真正实现邀请实现商业价值。谢谢各位。